疫情逐渐趋缓，民众终于可以轻松外出走走。黄金博物馆在11月4日欢庆开馆17周年，邀请民众一起庆生拿好礼，奖品多样丰富，包括茶壶山沙画组、淘金买一送一优惠、限量生日蛋糕造型茶蜡、灯光怪黄火灯 DIY 纸雕材料包、迷你金条造型手工香皂及金块磁铁礼品组等。欢迎民众来馆或上脸书粉丝团参加活动，与黄博物馆一同庆祝馆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，有3项实体的活动。好，那第1项实体的活动呢，就是淘金哦，买一送一。我们欢迎2003年10月30号出生的，一直到2004年11月7号出生的民众呢，还有11月4号。不限年龄的那当天出生的呢，只要是你符合以上这2个条件呢，你就可以来黄金博物馆淘金买一送一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当天呢，只要11月4号的馆庆，你穿着金色的衣服或黄色的衣服呢，你就有机会好来，我们会赠送你一个造型茶蜡的生日蛋糕哦，那是非常可爱的。那第3个实体的活动呢，我们在游客中心有可以去领学习单，你把学习单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赠送你一个材料包，学习一起沙矿山，那是一个沙画，非常漂亮。为了庆祝开馆17周年，黄博物馆规划了3项实体及2项线上庆祝活动，邀民众同乐。实体活动包括17馆庆寿星大募集、生日和你一起金好、一起学习沙矿山等3项。此外，无法来馆的民众也可以参加2项线上活动，与博物馆同欢。我觉得黄金博物馆我是第一次来参观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规划啊，其实已经很充分去介绍到整个金瓜石这边的历史啊。那我自己觉得说来这边，然后而且有这些学习单可以去拿到小礼物，我的收获很多。我是第二次来，不过说老实话，看这上面的题目，我其实还不是每个都会回答，所以有点类似第一次没有看到的东西，第二次提醒我哪些是重点，可以再去看一次。然后我觉得蛮值得的，也让我重新再看了一下这边的环境吧。就是可以跟着题目一起去跑这些馆，有学习到，然后也有收获这样子。值此疫情期间，馆庆时期的活动呢？我们疫情也慢慢解封了，那我们的黄金大金砖220公斤呢，也开放，不只是拍照，可以直接来触摸，也欢迎大家馆庆时期来沾沾我们的贵气。11月2日起，疫情规范调整，黄金博物馆无需预约就可以参观馆内活动。适逢黄金博物馆开馆17周年，有许多有趣又好康的活动，请民众不要错过，一同来参加馆庆活动。活动详情可上官网查询。记者吕嘉文、瑞芳采访报道。